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对我有误会？我真的想帮助你。我们两个萍水相逢，你不会仅仅因为我跟你犯过同样的病，而这么殷勤的对待我吧？你觉得这样正常吗？我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想法，我离婚离开我的孩子，我就是想改变我自己，尽快的把孩子接到我身边。 所以我每天很努力的工作，我面对那么强大的工作压力和那些人际关系，所以我希望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能够安静一点，能够默默祈祷我的孩子在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也能过得很好，而你无时无刻的在我身边，像一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，你让我很惶恐。我不想成为谁眼中的焦点，我更不希望有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是一个病人。 害怕一点，那你成为我的特别害怕自己一个人的部分。所以我才开了酒吧，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迎来白头天亮，哪怕是我提早下班，我就可以把酒给递给你，在你带走天亮。直到我看到你吃了我的勇气，就会开始担心你，真的，因为我特别害怕，如果说我。 看不到你的话，你就会一个人在家里，会跟我一样的情绪，所以我才会跟你。只有看到你，我看到你每天特别开心的，能这么安稳的过完一天，我觉得我会安心。 这样，你造成一个困扰，但是我希望最后的都是你。在未来的任何时候，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人说话，我希望第一个想要的人就是你。无论何时都可以，好吗，学长？好吗？ 我觉得你想多了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你刚才那番话，我很感动。我想说的也说过了，我上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 知己千杯少，都干了，都干了，都干了啊！这么晚了，安总我先离开了，不然一会儿妈着急了。谁带你走了？再玩一会儿。我跟安娜说路，送你回去。好吧。哎，你们玩的开心啊？路上遇到色狼，记得抱我名字啊。到了，发个消息给我啊。韩娘娘，吃西瓜。Thank you。 今天晚上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我们今后要常聚。必须必。安娘娘，今天晚上陪你一直喝，咱们不醉不归。好不。对，陪那两喝吧，我喝多了，晕了都。再玩一会儿。哎，再玩一会儿。还陪你啊，好好陪啊。拜拜。拜拜，亲。对了，安娘娘，那个朱迪的存包卡还在我这儿呢，要不我也先撤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明天见。 拜拜拜拜，哎，朱迪，你的存包卡还在我这儿呢，哎，等等我。
喂。你在哪儿呢？回家路上。你行不行啊？这么早就回家了。过来。过来。我们一起喝一杯。娘，你到底上了大婶的床吗？说话呀，你不会对那大婶动了真心了吧？没关系，你少喝点。哎，你在哪个酒吧呢？我给你叫个车接你啊。不要，我还没开始喝呢。薇薇，我认输。吃早饭了吗？我吃过了。哦，下次你吃早饭记得叫上我。嗯，我跟你一起去吃。嗯。你踢我干嘛呀？你还不快点跟欣欣姐姐打个招呼？姐姐，电梯来了。爸爸，你快进来呀！进来。东西。好汉，你早饭吃的什么呀？爸爸做的蛋炒饭可好吃了。先走了。欣欣姐姐。欣欣姐姐说话呀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很不礼貌。看你这状态，遭受打击了。好啦，我们那个赌约不过是一个游戏，一个玩笑。姐姐比你大几岁。或许有一些感受，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爱一个人，
可以把这种感觉放在心里，放在梦里，可能会更完美吧。以后你喜欢的甜点都供我也收。谢谢了。怎么老是你呀、啊、阴魂不散呐、啊、您练您的，我不耽误你。说完几句话我马上就走。兄弟啊，我知道你之前成绩斐然，我也了解你现在想要东山再起的心情，我也相信你的能力，但你重新站起来的地方啊，真不是我这儿。你啊，还是另谋出路吧。合不合作我说了不算，您说了算。不过据我所知，版权合约的期限马上。这个动作正确的开启方式应该是这样的。等你关机，您继续。自己玩啊。事情的态度。嗯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闲？嗯，想找点事情来证明自己啊。嗯，那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嗯，看到那儿一堆垃圾没有？嗯，去把它倒了去。
养乐多奖励你的。你等会儿。顺便把这个拿走。这拿走。慢点喝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，你这么棒呢，还会倒垃圾啊？我爸特别烦，他只顾着工作，都不理我，也不陪我玩儿。我跟他说话，他也不理我，他还让我倒垃圾。英姐姐，我去你家玩会儿吗？哎，英姐姐家好漂亮啊！哎。儿子，儿子，姐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爸爸呀，就是爱面子，但是其实他是心地善良的，外表冷漠。内心狂热，对对对，看起来很有原则，那是因为他害羞，是吗？难怪有时候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。那欣欣姐姐，你知道刺猬吗？知道啊，我爸爸就是那种，因为怕别人伤害自己，就把自己蜷缩起来，当成很厉害的样子，就但这样，带着厚厚刺滚来滚去，真狡猾。还有啊，我这个爸爸呀，平常可笨了。他上次做早餐，连鸡蛋都煎不熟。前几天家里有老鼠，他抓了半天都没抓着。他是不是很笨？还有我这个爸爸呀，他臭毛病可多了。他天天换袜子是一件正常事儿，但是他非得手洗，手洗完了以后还要用吹风机吹干，然后才能夹子倒挂起来。还有。我爸爸爱臭美，他不抽烟，可是喜欢淡烟草味的香水。还有，我爸爸也有优点，他能在3秒钟之内计算7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。他是那种会偷喝我的养乐多，可以随时随地睡着的那种人。哎，好汉，嗯，你妈妈呢？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妈妈呀？我爸爸和我妈妈离婚了。那一直都是你爸爸一个人带你啊？不是，是我带他，完全相反。你这么可爱，你妈妈一定很想你吧？大概吧。他从来没有过来看过我。让你倒个垃圾，你怎么还跑人家串门来了？还吃别人家东西了？你放下，快去。娟姐不是别人啊。不好意思，你这孩子太顽皮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再见了。嗯。长本事了啊！我让你开发项目，你开发哪儿去了？啊？倒个垃圾，你能到别人家去？他不是别人，他是咱们邻居仙人姐姐。
你跟他很熟吗？他很关心我啊。他关心你什么呀？关心你啊？他关心你，有我关心你吗？你坐好。嗯。坐好了，我严肃地批评你。你说家里那点事儿，你怎么跟谁都说呢？你说你跟人说什么了？你不是一直都在门口偷听吗？我什么时候偷听了我？刚才呀。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听，你门打开，我想不听，那也行啊。那我咋看不见你啊？你门开着，我在这边，那么大声，我想不听，他都听得见了。切，说你的问题呢，你以后还往往人家跑了？爸，心里你觉不觉得他是喜欢我呀？你喜欢你哪一点？豁牙露齿啊！仙子就是喜欢我，她觉得我可爱，还喜欢跟我聊天。那你不喜欢唱唱吗？哦，唱唱，现在不喜欢了。以前他小，现在我长大了，我觉得他现在太幼稚。你怎么见一次千的呢？嗯，千姐姐长得漂亮，她喜欢我，还照顾咱们一家。爸爸，你说咱们以后能不能跟千姐姐一起玩啊？不能。那我刚才还见你和千姐姐笑来着。我什么时候跟她笑了？刚才。我笑过吗？笑过呀。我就算是笑过，那也是出于礼貌。反正我就看见了。现在说你的事呢。坐好，我正式的警告你，以后家里的事情不可以到处乱说，听到没有？嗯，洗出去。冰凌，你把吃冰激凌的时间浪费在和仙女姐姐聊天上，所以冰激凌没得吃。你耍赖。哼，谁让我是你爹呢？等有一天你当爹的时候，你跟你儿子去耍赖去。这点时间全给耽误了。过来 copy 吧。哥们儿，有戏有戏啊！什么游戏啊？我把你那个文案拿给香港监制看了，人家特别感兴趣，这是约你见面呢。我就说直接约今天晚上得了，后边事交给你了。他就这么顺利？你赶紧准备准备吧。哎，今晚别去别的地儿了，直接我们家火锅店，仗义吧？那是挺仗义的，但你能不能再仗义仗义？你让你们家弯弯去把好汉给接了。这咱们还不一定你忙不到什么时候呢。哟，这真够呛哎。弯弯跟他爸妈带着孩子去郊区玩去了，家里边没人。哎，你干脆把好汉带着得了，万一人那香港监制也正好喜欢孩子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你拉倒吧，哪有带孩子去谈事儿的？再说第一次见面，你怎么的不得留个好印象？对了，你不是还有一美女邻居吗？不好意思求我来求，你要点脸行不行？我再找找别人吧。行，那反正晚上见了啊，别迟到啊，看你的了。这些资料你查一下，然后我来整合。今晚咱们加个班。好。喂。哦，
我是向前的爸，不是，我是好汉的父亲，你的邻居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怎么记得除了箱子的事儿，你就没再给我打过电话呀？这不就打了吗？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想请你帮个忙。今天晚上我要去见个重要的人，恐怕没有时间接孩子。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接一下？就是您散心的时候，出去遛弯的时候捎带着就给你带回来了。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您看您这边就方不方便帮我接一下？你想让我当保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收费很高的，你请得起吗？啊，这我清楚，以你的长相收费应该不便宜。嘿，求人办事儿不会好好说话呀、啊？那我挂了。不是不是，我他你看，远亲不如近里，这邻里之间就应该相互帮忙。这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思想品德课都学过的。行吧，你说几点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，一会儿我就把时间和地点发给你。孩子呢，身上自己带着钥匙呢，你也不用管他吃，不用管他喝，孩子自己都能料理，你就让他在家里头自己一个人玩就好了。您记着，他到了家您给我发个短信，行吗？行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看在你儿子的份儿上，记住，你欠我个大人情儿。改天一定登门答谢。行吧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这姑娘还行。那今晚就得辛苦下你了，我得去帮邻居接下孩子。你整理好了发给我，我在家里完成工作。你帮邻居接孩子？啊，没事，你去忙吧。谢谢啊，这么客气。我仙女姐姐来接我了。你骗人，哪有什么仙女？我才没骗人呢，你看着啊。仙女姐姐，哎，小姐啊，今儿我这诚意可以了，直接不做生意了，就为请这一客。我说这么清静的，诚意是够大，就是店儿小了点儿。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啊。说正事儿，今天无论如何，咱们要把这陈建志给公关下来。我已经向欧阳总保证过了，陈建志会来操盘我们这个项目。你别说，哎，你还真厉害，你这手段我算见识了。这金融精英不白给，服。保持住。一会儿你这拍马屁的能力能用得上。你不看我干嘛的？专业拍马屁人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我最近关注了一下咱那期货，好像不错。我是不是可以给我媳妇儿换辆新车了？你给别人媳妇也能换车？我琢磨着吧，半年之内我得把那房贷给还上。这样的话，我跟好汉就能尽快的回到自己家了。半年，半年就能挣那么多钱？这也算少的吗？哎，那这样得了，我再想办法再凑一笔钱给你，你也帮我做。这说不定到了年底，我可以换一个大点的房子。咱们俩情况不一样，我是因为好汉我豁出去了，你没必要，不值得。有你我担心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那点钱跟你比起来，那毛五呀。你这样，你等我把房贷还完之后，赚的剩下的钱我分你部分，反正我们爷俩也花不完。你说的啊，我可记住了。哟，陈建志来了，我接他。陈建志，您来了。哎，行行行，这个小店啊是我们家自己开的，别的不敢说，这味道肯定跟外边不一样。来，这位是向前。
这位是陈监制。陈监制，您好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您坐吧。来，久仰大名。陈监制，那个文案您看了，有什么意见你就直接跟向前说。不着急，陈监制风尘仆仆的来了，先吃口东西，您觉得呢？好，我们先吃饭，我们吃着吃着聊。好，好，好，吃饭。这么晚下班了？啊，对了，这个给你，这是剩下的我欠你的房租。不是，这真的不用这么着急。拿着吧，朋友归朋友，一码归一码。不是，你每个月的工资就这么多，你还得买衣服、化妆品。这都是我自己的事，拿着吧。寻找，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，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帮忙，不要那么强的界限。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是必须的，有界限才能更好的相处。好 ，OK。数据都在这儿了，你先看看吧。谢谢。向总，你真的要感谢你这位好兄弟，他那一天直接敲了我的门，把你的项目书递给我。我问他，你直接接触客人，你不怕我投诉你吗？因为这是违规的。他说我怕，但是我的兄弟真的需要帮忙，我看他非常的真诚，所以我把这个项目书看了一眼，啊，的确有亮点。向总，我可以把你想要的人弄下来，但是我听说你的资金周转有一些问题。陈监制，确实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，但是如果您有意愿想和我合作的话，资金的问题我一定会在时间内把它给解决了，哪怕我把我自己的资产全都抵押上，您看这样行吗？好，我就是喜欢你这种破釜沉舟的精神。就这样吧，你先拿500万做这个启动资金，其他的我帮你运作好。500万？您这一句话都不只值500万，您能来就是帮我们大忙，有您在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。不要说帮忙，我也是为了赚钱的。陈监制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我们哥俩以茶代酒。你快点说，别让我着急。我跟仙女姐姐在天台呢，你上来找我吧。
跑那儿干嘛去？你等我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我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。回来了，爸爸。哎呀，我们点了披萨，吃点不？老汉，这是你让姐姐买的吧？我不是给你留饭了吗？不是，是我要给好汉买的。对啊，是姐姐说让吃的。这养乐多也是你姐姐要喝的，是吧？是啊。是吗？嗯。你这是包庇。有吗？好了，你爸爸也回来了，咱们该回家了。姐姐晚上还工作呢。啊，这么晚，姐姐还要工作呀？嗯。老汉。钱放的，把这垃圾扔了。真乖。那，你这是哪儿弄来的？上次我家那个 party。那是不是要收下去？嗯。来，我帮你把它收一下。慢点啊！慢点啊！好。今天谢谢你啊，可看好看，挺开心的。好汉那么可爱，又懂事儿，嘴又甜，以后好汉的事儿。欢迎你常麻烦我啊！没想到你还挺喜欢孩子的、啊。也不全是，太咋呼的也受不了。哎，大叔，你一会儿把这个拿下去吧。我平时也不吃这些，怕胖。你不吃，好汉也能吃。你不是说是你要吃的吗？